好，某个社团有四位男生、三位女生要排成一列拍摄成果发表会的宣传照，其中三位女生呢，任两位不能相邻。那请问有几种不同的排法呢？好，刚刚前面一题我们看到的是相邻嘛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不相邻哦，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先把四个男生，就是没有限制的四个男生先排成一列，有四阶，就是24种排法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排成一列之后会形成五个空位。为什么要有这五个空位呢？原因是因为女生不能相邻，所以我们中间必须穿插男生在里面了。好，所以剩下的五个空位里面要把三个女生排进去，所以这三位女生可以选一个人的空位排入，那她就不会相邻了。所以五个空位选三个女生，就等于五个相依物任选三个排列，就有 P5 取3等于60种。那我们前面的24种男生的排法乘上60种女生的排法，就会得到1440种。